你拜好了吗？拜好了，你看妈，你相中哪个了？相中哪个了？啊，相中这一个。这个是吧？是公的母的？母的。都是母呗呀。这是公。这公的不好看，公的长得最丑。你看这个脸。选美女吧，还是？选美女。选美女。你大尾大尾巴呗，这没通开啊。这张都是大美女。这个没通开啊。这个通开了。啥价？这个1500。两个。一个。两个都要了。两个都要了。啊。1500加1500，3000去2200，2200再去2200，行了。还有，我的1500两个。1500两个都要了。这个还可以哈、啊，这是大尾巴的、啊。这个都是这两开的，你看看。俊是俊，就是个美女啊。啊。你便宜的，我要这个行吗？这个。啊。这个1500，2200，1300，再让你1200，1300。你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我给你800，你看行不行？不行就算。我也不想磨叽了。800不能卖，现在1000也别给你看了。哎、有那价呗？我昨天去的，人家一个养殖户家里拿的，比这大多了，他人家还卖900，知道吧？你给他看看皮相的，那要大黑脸的卖的。不是皮相比你还好嘞，主要他家太远了，开车一次都得40-50分钟。你要，哎呀，不不不，800要觉得行，能弄那一条。900行了吗？900也不行。再让一下是800吧。只认800，你看行吗？行，给你吧。哪个？这个。看胖不？还是说两个1000为什么这两个都要了？你看你又套路我了。我没套路你，这个也不错。还都是母的，两个1600，不要那个一公一母啊，1500。我不要那公的，你拿这两个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就要这两个母。这样的，你留着繁殖吧，这个。这是公的呀，咋繁殖？你别拿完了，你这一个都这个脸不是这两个脸碎，你看了吗？啥也差不多，就是。咦。这个车长得。这个是3桶的，你要那天那个一公一母多少钱？我就要这两个，这两个1500吧，行吗？1600，一千六我都考虑一下。啊，行，考虑考虑。行吧，你要是1500都要。行，啊？你还生气了你？谁不是卖狗的？你这过100块钱是你不愿意，那你是你的事吧？这是这边有狼青，这边有法斗啊，这法斗不能买，个子太身子太长了啊。这法斗应该便宜，这谁的法牛？多少钱？长得发牛1200，身上那么长，妈给长得给拉长样了。你拿出来两个看看行不？看看脸，你狼青不错，狼青纯种的。这个长吗？这个身材不长，尾巴是接的吧？不接的原装尾。原装尾，你便宜的吧这个？便宜，让你100块钱。这样的600块钱差不多，最多700，最多700。身子得长了，长得反就耳朵你看还大，还站不起来，人那小胖，你的就都能站起来，站不起来你退我。哪个能站起来？这个门没到，这个你看这个都已经快站起来了。你慢慢站，你不坐的，你这边你得有我处理弄孬，人家嘴巴长了，不看这个尾巴呢。哎，人家这个尾巴长了，妈的给一个辣椒呀。这辣椒尾就这种。这辣椒尾。行，你放那吧，有的我想不中这样的，我要玩的玩精品。我要玩的玩高端的，你狼青不错，你狼青啥价？狼青跟这法牛一样，1200。几个月了？2个半月。两个半月长那么高的个子？2个月，这个高，这父母都150斤。父亲，母狗没有。哦，父亲150斤，我觉得那也不可能呀，那长也忒大了呗。跟黑狼一样。你这个最低啥价？你给我说个一口价行不？合适我都拿一条。我有公的吧？公母都有。公母都有，让多少钱？100。700能拿不？我去年拿的狼青都700了呗，跟那个月份差不多大。我知道喂的少，你要说700咱能拿，我可能帮你卖完它。有5条。5×7=3500。不行。你说多少吧？最低啊！不要讲了，900块钱。900块钱，1条900。我要要完呢，要完多少呀？要完要900块钱，800。要完800，几公斤母？你说好。几公斤母？啊。是3公2母吧？3公2母，那还行，3公2母还可以哈，有点高。
800-5000-5800-4000啊，去。你七百多头了，七百全部要完了。不完。干了一条给你900，我全部要完。真不行。八百。4000块钱卖着，还能再涨呗？不能了。不能了，哎呦。打几针疫苗？一秒做两针了。一秒做两针了。这个不错啊，这个好看。这耳朵咋歪了、啊？这个原来都你看，这个红绳呀自己留的，这像自己留的，哦哦，带红绳的了。你拿出来一个看看行吗？从哪边呢？其实狼青看家护院可以哈，也比较牛逼的狼青。这月份大的好养活，不管发到西藏还是新疆，这真寄红绳的了，这人家要的不要了呗？自留的呀，这个，这是公的，这夹尾巴了。夹尾巴，这抱些不夹尾巴吗？夹尾巴很正常。小狗不影响的。长得小呗，这个。不小。看家护院可以吗？第一次带的。你家大狗看家护院行吗？你不要问了，没人干净。没人干净。咬人呗是？啊？咬人呗。训的不让咬人。训的不让咬人，我还要个吃人的。看家，见人要打我。行，我看毛发，我看毛发。毛发你看。魔法性不错啊，纯种狼青哦，你看还是褪色呢哈，这是草青色的啊，来关注一下哈，咱再去看看其他狗哈，行，有要的我给你联系哈，单拿一条多少钱？你再给我实话，单拿一条800行吗？单拿一条，单拿一条900吧，800吧，800不管啊，无所谓了还，单拿一条900，包我800给你收过，那行，那我来转转了。这边，哟，这个大爷睡觉了，睡觉了，嗯，还睡啥？你不，这不是你杜高？哎呦，还没卖完呢，卖了一个多月了吧？从两个月开始卖，现在得三个月了吧？最低差价吧？最低啊？啊？最低给1500块钱。咋着了？马了还马三百啊？等你再马三百的时候，我再来卖，从1200，我从上来卖一条。等到四个月的时候再喂一个月，你在这帮我备喂了。这狗哟，怪凶来这个狗。我没这样，你看我都这样拽它的疼，你看我都这样找它的疼，这你看，哎呀，哎呦，都这样，这碰瓷呗，这狗。那养你不背的，今天去打架去，还没找来都恶人呀。我得不喜欢这种恶人了，还没找你来，你都要叫。这个呢，你长得多好，哦，这也行。你看这个都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东西半年，给他爸爸一样，给狗爸爸一样，这给狗爸爸一样。你啥时候能卖到1200？啥时候卖1200？卖1200你要吧？我要。要1200，我赔钱我能给你吗？你赔钱能给我吗？自家的狗咋能要赔钱喽？吃东西吃的无所谓，你自己、啊、喂一个也是喂，喂两个也是喂。你看我的狗，这品样啊，这品样牛逼。这狗有几岁了？这狗大爷？两岁。这狗两岁了。行。这狗给人打过架呗？给其他狗打过架了，真壮这个肚子。这狗有多少斤啊？140斤。啊、哎呦，真牛逼这个狗爸爸。他家是养杜哥公墓，卖养杜哥都是破烂，人家卖杜哥都是破烂。俺这是正品正规道的，知道吧？哦，你咋知道人家卖的都是破烂的呀？他那个渠道都不一样，渠道不一样。找配狗的，他都没找我狗配。啊，没找你狗配，人家都是破烂。那都是破狗。你是精品。我这狗搁一个苏北，搁鲁南这地区，绝对都是。苏北加上鲁南这一片就是 number one 是吧？其实是这样的。哦，大爷，你抱一个，再你抱一个狗。我能找一个比我这再好的，我这个送给他。真假的？那当然了。我吹的。冯燕有一个比这个还牛逼了。那比了。你看，我带黑脸。啊，对，那一个给我，那个给我剪那个视频来，把中亚都给一下子干倒了。我先买一个母的。这大爷一说话都激动了哈，他说整个苏北加上鲁南，有我这狗，这样我狗送给他，我不要钱。都没有他那么壮的狗说的，打架也厉害呗是。真正是人家鳄鱼嘴。鳄鱼眼，鳄鱼嘴。你有这样的狗？没有，我是没有，不代表别人没有。代表别人没有个。
别人没有一个。搁这光是把配狗的带黑眼圈那个咬的，这咬都弄损了，那也啥家伙那是？黑狼呀！大爷越说越激动。行行，大爷，你这你的狗确实好，我承认，我承认，我承认，打过业主呗？打过业主，家主都二百斤入住都给拽下去了。哦，家主二百斤的野猪被拽家，被拽他家里去了。行行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大爷越说越激动啊，来关注一下。好嘞。